少啊，兰博。没事，都是一枪的事。OK。哎，嗨，你搁这捡啥呢你？有点贪心了，还想捡东西出来。哦，又被打一个啊！哇，说真的，我不用着急啊。为什么每一把这 BB 要前期都要跟别人打架呢？他扮演了无理男的角色。哦哟，完胜，完胜，完胜！无理男不在，但他的魂依旧在场上。对，哦，这里萨萨，哎呀，呀他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呀？只能拼了，他躲也躲不了了，这个位置。这没看到有人落这边吗？应该是。啊，这么贱！我感觉 OP 应该不是后来的吧，因为这两个人的站位，这个那肯定是要拿这个直接落的。那对面队友来了，有点难，远处的枪线。瓦尔德，这天路，这局说实在，这个全形对天路来说还挺好的啊。还行是吧？还行，因为北部没什么人跟他竞争。看就行了。他很想，他已经出枪了，他很想。是吗？哎呦，你走了，有机会把这斯巴克留着，这 Snakers 的一个枪线。混个烟，看能不能补到啊？而另外幻神的话也是抽掉了 CES 的 Tycho， 但应该看一下位置，应该是一个赢了以后，这路过被 DIY 扫了一波，这位置还是比较偏的。哎呀 ，Snakers 还是把这个 Sparking 的人头给拿到了。是的。BL 其实前两局这个很细啊，停住了，直接 rock 他，非常细，就看 OP 想不想来支援了。OP 的队友能来得了吗？他距离不太远，但是他过来之后肯定是要吃天路的枪线，而且落位之后很容易被 TMA 直接就是打你这个后来的人嘛。是的 ，BBO 那边也出大事了呀。主要是 OP 其他三个队友应该是把可丽布放弃了。啊，藏那个小杂物间了，哇，这个位置有点阴险啊。烟雾现在在起到一个互相保护的作用啊，就等这个烟散。现在千万不要被打侧身，没找着。哎，那个主要那个小杂物间刚刚排过了。哎哎，别被捕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给气的 ，OP 其他队友也没来。是的，这点位贪了，你就只能付出这样的代价了。是的，他这不如真的是往西边走一走。这西边的话，从马路过去其实有几个山，一个是飞机坑山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欧洲山嘛，对对吧？它可以做依托。你从如果从东边去的话，前面其实掩体比西边少很多。这边 QM 是连续出现了一个失误，这 QM 当不到，而且你再没有什么动静的话，很难打呀。是。哎，这里直接顶吗？直接撞，哦哟，顶飞了。哦，打一个下来。太空今天发挥确实也不错的一个选手，今天先就雷了，看看原点小童能不能拿到这个分数。这个迷你打倒地的人真的是，哦，距离远的时候这个子弹伤害衰减，是说不定屁股后面还有锅呢。哇塞，哎，太空田螺努力在寻找得分的机会，一个人顶了这么多，顶着小童的这个枪线啊，穿了三个。是的，给右直接打跑了。哥，面前的这个防区 OP 转动，那他还能待呀 ？CS 这个防区还能再待一待，调整一下两个人。阿宝，里边有什么好点吗？这里有人。BBL 今天也是两个人呀，完了，又撞了一下小心点。哎，这个。感觉这有点变形。嗯，给了 CES 过点的机会啊，但是被抽掉一个。啊，哦，还被补了这个点。那，哪位看到这个信息，一会儿可以考虑搞你一下的。对，不急。难道 BBL 洗车房一会儿还要这个防区啊？但是没动你，知道吗？对，这他也没什么意思感觉。这里是被 DAY 直接接住了，以现在 DAY 的状态应该是随便干。是的，干走了。行行，啊，TMA 先把 OP 这个地方给稳稳的控住的话，等会儿要是能拿掉这个长条房， TMA 这把也大有可为。哎，是，就脚下的这个 OP KDF 该合了吧。 KDF 合哪儿？只能合先往面包房走呀，只能合到头顶上山头打起来，找机会上去。是的，我不一定能动。怎么？对 ，UIP 是非常难打了这一局。对，我感觉这个防区的确不太好保持。嗯。好，已经有人去撞这个地方了。哇 ，DAY 想干嘛 ？TMA 哎呀，觉得是个机会。
小心点出枪线。嗯，不急啊，对方其实还是不在圈的，想拿个头，拿点分。哎，抢 K 到一个，打的是远点的。嗯，这时候能蹭点分是点分，是对方也想出来补人，抓对手这个心理，瓦尔德已经只剩一丝血，没头盔了。嗯，现在幺二还是尽量来了，这火没扔进去。哎呀，这个没扔进去。嗯，露露把山顶的人又是放倒，那DY已经先没了。嗯，这个厕所的如果能拔掉的话，还是很棒的。WC 又来了，牛 Happy 正在来这个地方。牛 Happy 拿了个坡，这个坡这么热闹吧 ？WC 来了之后，掉了个人之后，选择进长条房。牛 Happy 要往坡下直接顶。哇，这正好是天位还没有进掩体。哦，但是枪线太猛了。哇！这帮他夹缝当中生存下来了。幺幺二，真的大呀！幺幺二，幺二头一低，吹乱了我的发型啊！哎呦，也是被淘汰掉。好秀，嗯，好秀。小心 WC 啊 ！WC 因为是还有两个人在高点的。嗯，实习也来，实习也来。这波信息被他抓到了，他看到长条房是没人的，是的，先在这里把车保一保，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去打一下。长条房正好 WC 这两个老哥拉出去了，是的。哇，实习这一波是有机会捡个便宜。啊，哎，不过这一波天威可以考虑收割，直接。哎，小鬼在长条房被单人放倒了。呜，这边又放倒一个，又打倒一个，是的，有点难受。对方是第一时间拉回来，这个小鬼这倒了还是有点可惜，因为本来正好是可以打对方一个侧身。是的，选择先扶人，小鬼那个点肯定就直接放弃掉。嗯，但对方是不带圈的，只要架着等对手出来就行了。是的，不用着急。嗯，雷炸的了，倒了些两个，出来的时候被蓝圈带倒一个。哎，没有人架吗？有人架，有架，一辆车直接移。我说两支两杆枪出来去移对方的两个人。哇，哎呀，这个手雷直接炸开花。对方是在窗口漏了一点啊，打不到吧？哇，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刁钻啊！这个小窗口，这两个人扛住了，来了，找到机会，也可以，可以的，给 TMA 做了一波嫁衣。哎，哎，碾死了要！哎呦，碾了半血，半血，半血，掉了半血。是素九的头还拿到了，你看素九的车。是的，素九头还拿到了。而且很秀啊，嗯，这个坑真的是，关键对方能打你，就很骚，真神奇，真神奇，觉得好神奇。不要起身，现在趴着，这只能趴着被抽倒了。而且其实远点，我个人的建议啊，天威这把别给分了，因为你现在的剩下这些人啊，都是跟你是一个竞争对手。是的，就当你打完这波战斗之后，舔包发现有妹控三级套的时候，然后下一个宣行给你刷了一个 B 啊，烟雾弹感觉没有，把他台都卸了，都别走。那露露身上是没有烟的。嗯，我现在反正有27分，对吧？嗯，这边有人跑过来，同样也是给了天门一点点机会嘛，对吧？哎，大家都是对枪。哦，这个真的头甲稀碎啊！你看，对倒一个，你再来一个，是不是直接倒了，把它干碎？拖住对方。扶起来不给分。哎，来不及扶了，来不及扶了。太痛了，七圈。尽力局，好吧，尽力局，该做的都做了。BBL 那边好像是能扶的，嗯，必不吃鸡，这把 Navi 机会还大点。你看，刚做完，小鸡倒一个，嗯，继续往这个，因为现在这个防区被围攻了呀，而小鸡只能在房子里面待着，所以大家选择就很不一样。先把外面给打了，对吧 ？KDF 这一侧小鸡有点难，两只队友要卡他。过了眼，直接拉过来想去跟 KDF 打一波，但是 Polly 就在旁边出枪。好 ，KDF 先把 BBL 清掉，但是后续这个烟雾弹还够不够用，能不能贴到亚虎炮脚下，有点难，感觉这个距离太长了。这怎么能让放大活？哎，打胳膊肘，就是打不到啊。现在是 KDF 忍到 TM 转移注意力，但是 Shinboy 的针对还是挺强的，对于 KDF 这边的自己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悬念好吧。显卡攻击，这一般的框卡真扛不住啊。哦， KDF 也被淘汰，是的，这个就是梅花桩烟雾弹大战了。这房顶啊，该上那根劲啊。是的，刚刚看雅虎一个老哥准备是用那个全自动妹控，哦，不是你这个时候去。好厉害的枪法！这不是送一波吗？这个时候没意义啊，你肯定打梅花桩了。这个时候，排一些老六的位置。
没有吧，先打一个，两个捏了个雷，顺爆喷子开始互喷。Navi目前是单方面的在杀人，哇，一瞬之间直接融化掉了天，再来一个4-2，哇，3-1，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，把他锁在这个窗口攻势。